主要就是在这边打那个借照嘛 ，OK 哈、哦。那首先特别注意哦，如果你要拿那个开放资料里面来练习的话，可能要注意几件事情哦，因为它这个虽然它开放资料了，但是它其实有一些提供的档案哦，不见得适合拿来当成你的这个就是这个你的数据啦哦，你的 data， 因为它有些地方提供的并不是非常完整哦。所以呢，当然你要注意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啊，你可能要自己也许找你比较有兴趣的相关的题一个方向啊。比如说我举的例子是窃盗，那假如说呢，你比如说你对于什么比较金融的，比如股市好了 ，OK 哈，比如你是可能念商学院的啊，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投资，好，那你其实可以在上面打股市啦哈，其实也会相关资料。或甚至是交通问题啊，比如你对交通啊、气象啊等等的，其实上面都有相关的这个资料哈、啊。但是呢，这个资料里面哦、啊，找到之后的话，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是找那个台北市的住宅窃盗资讯嘛哈、啊，那可能呢，你可以把它点进去。不过点进去之前哦、啊，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目前哦、啊，我们现在学的主要是针对 CSV， OK， 所以我比较建议哈、啊，你找的那个资料哈、啊，最好是有 CSV 这个格式啦。那当然你说其他格式 OK 可不可以用，其实在那个新的版本的 Excel、啊、也是可以啦，只是说呢做的方式、啊、稍微比 CSV 来的更复杂，所以我比较建议、啊、你用 CSV 是比较保险的 OK， 因为 JSON 其实也可以啦，就是 JSON 它汇进来之后、啊、你还要做几个动作才有办法资料做一个转换成 Excel 可以用的资料形态、哦、那所以呢，不过理论上、啊、CSV 也是最多的，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比较没什么问题。那我们举上个礼拜的这个资料、啊、那你可以看到了、啊、它大概资料里面它会提供什么东西，你可以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它总共有几个栏位，上面都会显示出来，总共有五个栏位，有没有？那你可以看一下这资料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当然有些这个提供的资料虽然名称是那个，但它给的栏位、哦、好像跟实际上你要的有点落差、哦、或者是说呢给的东西、哦、可能不完整。那你要想想看呢，如果假设不完整，像我们上礼拜、哦、所练习的，我们好像做了三个问题，有没有？第一个问题是到底历年来的窃盗案件是变多还变少，但是它其实它没有年这个栏位，但是它有发生日期这个栏位，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什么日期把它切割，有没有？取得前面的三个字，有没有？它就是民国年。那我们比如说要第二个问题是统计那个哪一区的窃盗案件，那区这个资料哈、哦，在这个栏位里面没有区这个栏位，但是有地点，那如果地点的话，如果假设它的地址是完整的啊，比如说台北市的哪一区？那我们其实可以从地点去抓到我们要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OK 哈、哦。那第三个是好像我们是在那个找出哪一条路街道有没有它的窃盗案件发生最多？那一样哦，它可以从地址里面、地点这个栏位里面去抓到我们要的。那当然了，看，所以它基本上虽然哦，它不完全符合我们要的。那、啊、其实一般这个叫原始资料啦，就 raw data 嘛，哦、raw data 其实大部分呢都不会完全刚好跟你要做的报表哦，你想要的资料是完全 match 的，所以为什么要学函数？哦，像上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如果假如啦，像那个路街道哦最麻烦，如果你假设对于函数不熟悉的话，有没有公式你没办法把那么长一串的公式做出来？但你变成你要图法链，然后图法链不得了啊，这个可能花非常非常多时间哦。所以第一点 ，OK 哈、哦，所以其中报告大概这样啊。第一个啦，你找一个你有兴趣的题目啦。但你第一个哦，你的心得，你的那个报告里面要告诉我为什么哦，为什么你要找这个题目的原因 ？OK， 你说老师我有好奇，比如说，最近好像那个什么。交通好了，比如说大家现在年轻人就在讨论那个什么，为什么台湾的事故率哈、哦，就是远高于这个其他国家，像邻近国家，像啊最近讨论就是，台湾的那个交通事故哈、哦，一年大概有3000个人死亡，可是离我们很近的日本，还比我们人口比我们多，但是
死亡人数还比我们少，那更不要说德国了。德国人口好像8500万吧，我记得哈，但是他的死亡人数哈，甚至还比我们少。OK， 为什么？还有事故率就不用讲了。哎，那你可以想而知啦。其实哈，台湾虽然说这个各方面都蛮不错的，但是问题交通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你会发现，在台湾好像行人真的是蛮渺小的哦。OK， 那开车最大有没有？你会发现每次都觉得说那个在台北市好像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会违规停车一大堆。你就觉得明明我走得好好的，你给我停在那个我要走的路上面，那你要叫我怎么办？那我如果绕路的话，我危险啊，对不对哈？啊，可是为什么我的路要被人家占了，然后我又不能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哈 ？OK， 你不能说打电话去叫警察来，这种小事每次叫警察，你又觉得很。但有时候是公德心问题嘛，你影响到别人，你说啊，那你跟他讲说你挡到我了，他说啊我一下子就好了嘛，那问你方便我不方便啊，对不对哈？你总不跟他吵这个东西吧哈 ？OK， 但是我个人我是不会这样的，我觉得哎我不要因为个人的方便影响到别人，那一种小小的感觉这就哈，你觉得没关系，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没关系造成就有关系，所以很多。事故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没关系哦，我停一下就好了嘛。他停一下，很多时候就造成事情嘛，开车死角看不到，就突然就发生事情了。OK 哈、哦，所以你会发现啊，在上面其实有很多交通，所以如果你们要找哈、哦，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把它改成交通事故，哎，它一堆交通事故相关的资料都出来了，但是要怎么解决了啊、哦？当然我是觉得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你就是要有一个行动。OK， 那有人开个头，哦，因为像，花哥有没有看那个 YouTube 影片啊？那个有一个 YouTuber 叫 Trip 啊，他昨天就发了一个影片，就在讨论这个事情，有没有 ？OK， 我觉得这还蛮好的，因为我平常我是觉得，尤其你们假如说，出国哈、啊，你会发现到有一些国家，你会觉得啊，人家都很守规矩，然后回到自己国内就觉得。怎么感觉好像落差蛮大的 ？OK 哈、哦，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如果假设你希望让一件事情变更好，当然你要怎么做 ？OK 哈、哦，那做之前你要先做统计分析，有没有？你要先告诉我们要将来要怎么做比较好 ？OK， 那当然呢，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政府有相关的资料，那你可以利用这个资料来去做一些分析。OK， 比如说像我们利用那个什么台北市的住宅窃盗得到什么结论？有没有就三个嘛？至少三件事情知道答案了。哎，到底历年治安有没有变好？其实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哎，好像越来越好，对哈。第二个哪一区窃盗案件最多？好像是中山区，也不是好像啊，就是中山区哈。那哪一条路呢？窃盗案件最多？哎，好像是中山北路。那原因何在？该怎么解决？该怎么改善？那当然就是后面需要去面对的哈。所以啊，特别注意啊，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了哈。就是说，其中报告，我希望说，第一个，你为什么要找这个题目？也许啊，我非常关心，这个交通问题啊，那所以我想要找那个相关的题目来做练习啊。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哈，因为我们目前学的了哈，其实还是有一点没有说全部都学完，至少学了几个东西啦。第一个就是函数嘛。所以你可以用函数去切割已经提供给你的栏位，有没有？然后你去把它做切割。但是啊，我是觉得可能花比较多时间，可能还是要找那个资料是合用的，啊，不见得每个资料都合用哦，这个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那可能有些那个题，这个资料已经比相对完整，但有些资料不完整，那你就变成说你需要花时间花力气在这里哈。这第一个哦 ，OK， 栏位部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哈、哦，你们看一下这个资料，就是编码方式啊、哦。刚刚提到就是，栏位部分哦，可能就是你要用这个，这个函数去做解决。第二个格式可能尽量用 CSV， 啊、哦，当然如果你的功力比较够了，你说老师我用 JSON 也没关系，那你就用 JSON，OK，、okay, 或者用 XML，OK 哈、哦。再来编码格式的话呢？那如果用 Big 5、哦、你什么事都不用做，直接打开 Excel 就 OK。但是如果你是 UTF8 的话，那可能要注意哦，有可能会是乱码的状况。如果你的版本不是最新的，或者即便你最新，好像也会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我们假设抓别的资料来看，像这边
有没有其他县市？像这个是警政，我看这个资料好了哈、哦。OK， 这个是 CSV 显示，好像 UTF 八。如果我今天呢，假设哈、哦、抓的窃盗案件是这个警政署的，他提供的，哦，他还有一些，这个警政署还蛮麻烦的，他还要有一些设定哈、哦。OK， 那所以如果假设我们抓的。好，说桃园好了，桃园的汽车窃盗，我看一下，再解释一下，好，在 UTF8， 所以如果桃园的这个窃盗案件，如果假设我直接打开的话，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最新的版本，或者即便你最新版本打开，也会像目前看到这种乱码，有没有？那如果你是用看到是乱码的情况下，哦，各位，请各位注意一下哦，你就不要直接下载打开。好，而是呢，你可以下载之后哦，你不要用 Excel 直接点选打开，而是直接呢用先开一个空白的 ，OK 好，假设啦，正确应该这样的，新增一个空白的活页簿，你不要直接打开哦，你是先开 Excel， 然后再利用 Excel 里面的资料，资料里面有一个叫从，有没有？从那个文字斜线 CSV， 那你就直接找到什么？找到下载。刚刚下载这边有个档案，就是桃园，哎，刚刚我是刷这个，我是用那个，你们等一下也可以找一下那个，也是窃盗啊，窃盗里面的第一，就是刚好是在住宅窃盗的上面这个啊，或者你找 UTF8， 打开理论上应该是乱码，哦，那你怎么变不乱码？当然你就利用资料，有没有？先开一个空白的，然后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斜线 CSV 把它汇进来。OK， 那汇进来之后差别在哪里哦？其实主要差别就是说，你会发现呢，打开之后，哎，老师不是也乱码哦？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是 UTF8， 可是他还是选 Big5， 一定是乱码，那怎么办？很简单嘛，你就把这个改成 UTF8， UTF8 大概在卷轴中间的位置，所以你把它拉到中间会有个 UTF8， 对吧？你就选这个，它前面的编号是65001的，哦，就这一个，然后你就把它选到之后呢？把它点选，那你会发现哦，乱码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OK， 哎，会有吗？这样就 OK 了。然后你可以按确定，按直接载入就可以了。载入之后的话呢，它会直接帮你把它放在 A1 啊。不过我建议的哦，如果你要做统计分析的话，建议是哈、哦、多做一个动作，因为它汇入进来会变表格，表格就资料表哈、哦。那我建议你把它转换成 Excel 的范围，不然的话，你将来在做查询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小问题啦 ，OK 哈、哦，当你不转也 OK， 只是说你转的我觉得会更好。上面有个转换为范围，然后把它转换，它就上面的那个筛选就不见了。好，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就可以取得我们的资料了。那你可以再做后续的，哦，所以呢，其中报告基本上第一个哈、哦，就是从开放资料找题目 ，OK。第二个的话，你可能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找这个题目。第三个的话，你可能要用我们上课所学的，包含是什么呢？像是函数啊、哦，然后枢纽分析表、枢纽分析图，那可能做出一些分析结果，类似像上次上课的那个台北市的窃盗哦。那请各位呢先练习看看好了哈、哦，那待会细节部分我们再来谈 ，OK 好、哦，那。